好姐妹反目成仇，一人当场呕吐，一人落泪，最后的原因居然是。今天又在家里琢磨我的美甲了，之前那个太旧了，就准备换一个。哎呦，他还算还在凑热闹，我的妈呀，姐妹们，保镖真的是我的好大儿，我在这坐了2个小时，他一直在旁边陪着。我主要是想坐在这看美女。香香，现在我的美甲就做完了。丑丑，别吃了，今天我要和你挑战一个盲吃大挑战。又搞什么鬼？你快点去化妆，我现在准备一下食材，给你们看一下恶搞食材有什么：老姜、辣椒、魔鬼辣椒、柠檬、大葱，还有我姐最讨厌吃的苦瓜。现在再来整一些好吃的。再给我姐炸一份她最爱吃的盐酥鸡，妈呀，这真的也太香了！现在成龙还在化妆，所有食材为您准备好了，现在喝点小果汁，万一一会儿那个盐酥鸡是我吃的呢，对不对？奶丝，江江，现在又全部准备好了，分别是5个加油，还有5道酸甜辣组合，刺激！来啦，姐妹们，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就开始盲吃大挑战。游戏规则：挑战者选择要或不要，要就自己吃，不要则对方吃。第一步，我先来挑战，戴上眼罩，看我怎么好好整你。喂 ，Round One， 就先来一个这个吧，小意思一点。哦，王爷，你装什么？啥呀？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不要。你要？太棒了，姐妹们，我就说不对劲，还挺聪明。快吃。五八亮吗 ？Round Two， 要不要？快点。要。有不要吧？是好东西。你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真不要吧？要。真不要？要。好吧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哟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，我可以退出这个比赛吗？不行。你小坨一点。味道怎么样？好极了。Round Three。你好，香不香？香。小野兽，开吃。不是这个味儿啊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来吧，我好想逃。凉瓜是个好东西，像你平常，像你平常会容易发火，就应该吃点凉瓜去去火。好吃不？你觉得呢？一女博主含泪吃苦瓜。咱就是说，为什么要互相伤害一桌子好吃的呢？一上来就把我给整不会了。到我了，眼里含着泪光。我现在嘴巴里就是芥末、大葱，还有苦瓜的味道。我天哪，你能不能给我个好吃的上饭口啊？要不要？不要。你真不要？真不要。你也不会给我什么好东西。真不要？不要。盐酥鸡，我怎么没有闻到它味？终于到我上饭口了。Nani？ 好美，来看这嘴巴怎么样？再来个故技重施。摸你，摸个屁眼摸！说出来，一样。恭喜你，获得了个帽。可爱的小玲珑，我心里特别忐忑，我特别害怕他说不要，不然这柠檬就得该我吃了。这比我还好。人，你是不是全网三吃柠檬第一？我还没见过人柠檬带皮吃的，我把它的皮的刺儿的汁全榨出来了，看到它就流口水。你这是辣着了吗？等着，要不要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一直都可以相信我。要不要？要。陈一娜，你是谢霆锋吗？还挺好吃啊。这一把可算玩完了。吐啊你的嘴！我的妈呀，姐妹们，快评论底下给我们投稿，下期视频想看我们整什么？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这咋还上头了？